曾总，哎，忙不忙？王总，还好，正在回电信息。小弟有个事有点难以说出口，你说，没事儿。就是想换个手机，升级一下设备，可以啊。想换个 Pro Max 长这么高。目前的话，手里还差个4000左右，你这边还宽不宽裕？这样吧，目前没有手，没有这么多现金，先给你3500行不行？3500啊，你这个手机转我吗？是吧？对，三千五，三千五，行吧。大概晚上吧，好吧。可以，那我就先拿一下设备，这个设备有点老了，要升级一下。可以，好。哦，那你等下转我嘛，好的等我缓过来，我再给你了，咱，OK。朋朋友友的好不好？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啊，可以都可以是可以，弟弟兄们朋友的啊，到位了事到情位啊，了。只要我有开口就行。行，你只要你那边到位过来，我就买一个。好的，OK。胖虎老哥，遇到点困难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打算买个手机。还差500块，跟郑总拿了3500嘛。你这边还有没有条件？再搞个500过来嘛。多少？500啊？对，没问题啊。就跟你们拿个4000，我自己再搞个6000就差不多了。就把那个手机拿下来，没问题啊。没问题啊。好，那你搞给我，我马上把那手机安排上。到位了，感谢我们胖虎老哥，相当之稳。跟我郑总啊拿了3500，跟我胖虎老哥拿了500。搞了4016啊，买个苹果14PM 啊，因为我这个目前用的这个手机啊是苹果11，这个电池不经用了，这个像素啊也有点跟不上了，所以说就买个苹果14PM 用一下，这样一搞的话，这个零啊有点不好过了，又倒闭一个 W 的实例，不好搞，已经下单了，下午就送过来了，一般2-3个小时吧，等下送过来看看好不好用啊。大姐过来了，来拿快递是吧？哎，买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一个手机壳啊，花开财源广进，花开富贵，到位了，到位了，可以的，大姐。手机啊，收到了，这个物流还是相当给力的。手机已经到了，看看什么情况。还是花了一个 W 的实力，七七八八的，又买了一个手机壳嘛。今天到了，就这么个情况，今天就倒闭一个 W 实力。重量是有点重了，看我的。很传统啊。然后这还有一个手机壳嘛。就这样吧。太难了，哥哥啊，这个零我是不好过了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这个零不好过了呀。倒闭了呀。没什么呀。啊？没什么呀，对不对？缓两天嘛。稳住。是不是？以后超过10块钱的活动啊，不要叫我了，你能稳住啊？把什么洗脚啊、啥的呀，没有我的身影了，好吧？我是超过20的，不要喊了，因为这个10块钱，有时候吃个猪脚饭就15了，对不对？那搞的猪脚饭都不能吃了，这个就是真机啊，就这个样子，可以啊，也不怎么重，感觉手感还可以，比想象中手感好一点。到位了，臭哥，感觉手感怎么样？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对，我也感觉比想象中手感好一点。我看那个评价说，好多人说特别重，但是我摸着感觉还可以，刚好手感。反正比一般的机要重一点，对，说实话，很有质感啊。嗯，干活去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。聪哥，你今天不去吗？今天人多了，就是休息天嘛。那就休息一天，没办法呗。可以啊，休息天也问题不大，只要是吧，干一天休2天都问题不大。吃饭了没有？吃过了。你们都吃了？嗯。这一天天的，那我还没吃啊。还没吃啊？那我想办法去吃一点了。你先赶紧吃一点，现在都几点了？胖虎老哥，嗯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吃了。都吃了。对啊。怎么不叫我？他们说你在睡觉吧，还是什么？太难了，我本来是打算，是吧，跟你们蹭蹭饭吃的，结果你们一个个都不叫我。啊，我倒闭了，能蹭一餐是一餐啊。那我只能自己去找点吃的了，你们不到位。